好吃，喜欢，好吃，喜欢，真的吗？喜欢啦，喜欢，为什么喜欢？有点比较重口味吧，有时候很好吃，有时候很油，不好吃。我是觉得有点便宜，所以会如果说愿意，因为太便宜会品质会不好，它可能用的米或菜可能没那么好。